是不是坏了？怎么没声音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相机别再把人吓跑了。难道连他手机上了？对方穿的黑衣服拖鞋，别错了。这也太巧了，这机会我可不能错过。Hello，Hello， 久等了。你是？啊，我是跟你相亲呢，约好了吗？啊，你这看上去跟照片不太一样呢。现在照片不都那样吗？你看你交个有志就行。啊，你好，笑笑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真漂亮啊，这么漂亮，应该挺飘的吧？见过不少人。你是说以这种模式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就相亲嘛。啊，你是第二个。啊，那你上一个为什么没有？性格不合。啊，我倒是见过几个，但是你是这里边吧，最特别的。哎，你误会我了。你看啊，现在吧，一些渣男这外边沾花惹草，所以让现在女孩子都觉得没有好男人，全是渣男。有很多好男人都被冤枉了。那你呢？我肯定是被冤枉的这些人里边，对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来个朋友。哎，来哥们儿，你是相亲的吗？是。那个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孩过来了，就是往那边去了，就是碎花裙子白拖鞋吗？啊，是，对啊。你在那边呢，往那边去了，你那边吧。谢谢哥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碰见个朋友啊，那个他刚才给了我两张私人影院的票，要不咱